我而家个脑仲系一片空白。其实因为头先即系一路都系好 enjoy 个 show， 觉得啊好开心，咁都好等啲得奖者开心。咁突然之间嗌我个名，我系真系冇反应到咯。咁所以我上到去，其实我仲有好多人未多谢。我喺呢度，我要多谢翻乐小姐，多谢你签我翻嚟，等我可以继续追我嘅梦想啦。多谢珍姐，多谢你，无论喺戏剧或者生活上都教咗我好多嘢。你系我嘅伯乐，即系多谢大家俾咗好多机会我，帮过我嘅人。即系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系2011年先入 TVB， 其实我系2004年就开始拍剧，到今日17年后，我终于攞到呢个奖。我覺得啊，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咯。係咪當係一個長時間回報啊？其實即係我覺得機會永遠係俾準備好嘅人啦。咁當時其實當你準備好，你亦都係等一個機會啫，都唔知係幾時。但係我覺得我頭先所講嘅就係要堅定自己嘅初心咯。我係好熱愛做戲，我係珍惜每一次表演嘅機會。老公你喺度，你係咪漏咗老公？我流了很多嘢，即我第一次感受呢种真系喺台度系会空白嘅呢种感觉。咁我喺呢度都补多谢翻佢啦，即系多谢佢一直以嚟对我都系好支持我嘅工作咯。自己嚟紧有咩计划咁样？女主角都攞埋。我希望我嚟紧呢个发言人，我好好地发挥我个律师嘅角色啦，因为呢个都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新嘅尝试。我自己细个都好想做律师，而家终于有一个机会俾我去做到呢个角色，咁我希望可以有新嘅突破啦。最后一集都攞埋啦，自己即系还请食饭个债嗰度要。啊！我頭先我哋都喺度約緊食飯啦，因為大家最近都要開緊，各自都要開劇啦，大家約一約時間。因為頭先我話啊，啱啱呢個戲完咗都未轉，跟住嗰個就又嚟。我覺得一個好嘅角色需要大家台前幕後一齊努力去成就嘅。咁而家大家一齊去攞到呢個最佳劇集，係真係一個好大嘅感動同喜悦咯。